嗨，大家好，我是小米，好久不见啦。由于呢，大家对于五月一号的台科秀馆前夜市当中的吊宝特瓶这个活动反应非常热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演示怎么吊宝特瓶，以及如何在家里 DIY 吊宝特瓶哦。我们看一下怎么制作吧。需要的材料有一个空的宝特瓶，然后一卷胶带，你可以在上面缠上、漂亮的镭射胶带当做装饰，但是普通的透明胶带就可以喽。然后一条缝衣线跟一支竹筷。非常简单，首先呢，将缝衣线的一端缠在胶带环上，另一端缠在竹筷上，这样就完成啦。我们就可以开始吊宝特瓶咯。订阅加分享，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